当夏总发现我开着他的车接人时，完了，完了，怎么是夏总被发现了？不是，亲爱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开我车干嘛呢？我开你车接个人，接人？你开着我的车接人？我看谁敢坐我的副驾。不是夏总，要不你坐后面吧？我一会儿接这人，他说要坐前面。他要坐前面，男的女的我认不认识？女的你也认识，他好像有点晕车。你还知道他晕车呢？那我坐后面我不晕车吗？不是夏总，那你年纪轻轻的，他晕车比较厉害，你就心疼一下他呗。行啊，亲爱的，现在喜欢玉姐了是吧？来来来，你给我下手。不是夏总，我开玩笑的，夏总。钱德，钥匙给我来。不是夏总，你就别开车了，我害怕。不是，那女的呢？我带你俩去兜兜风去。夏总，你别开，我真害怕。我就让她坐我的副驾驶，我看她到底敢不敢坐。不是夏总，你妈？妈什么妈？你妈的？不是夏总，来来来，妈。